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下礼尊严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淡摩利约中尊，皈依净伽主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高注》第744页，744页，倒算第四行，咱对第二句看起，菩提是毕竟上乐处，这个意思真深。菩提是真正的智慧，是对真心流露出来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去学来，自性本来就有的，而且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尊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这是平等的。佛有，咱嘛有，芒塘高下嘛有，甚至回头树木嘛有。那大呢到星球，水呢到微尘，拢总具足，伊是啊平等的。啊，咱自性的智慧德相，何烦恼入去障碍着啊？偷袂出来，袂起作用。这个障碍不是什么呢？是烦恼，是习气，是起心动念，是分别执着。这个不是好物件，这因为迷失了自性，唔知影讲。宇宙之间啊，万事万物的真相，这会啊生气，这会啊妄想杂念。那妄想杂念起来了，自性内底本有的智慧的相都无去了，唔是讲。真正无去，是障碍着。那障碍着呢？跟你讲是
暂时无去念，只要你把障碍放下，就会去看到。用什么方法来放下呢？方法无量无边，经常在讲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。表什么？表无量。啊，所以在先教内底有所谓都即法啦，不是佛法。这意思真深吗？都即法不是佛法，都是法是佛法呢？问题，佛法不是佛法，是因不是理。关键的就是在迷悟，悟了无一法不是佛法，迷了《大藏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啊，嘛不是佛法，那《无量寿经》嘛不是佛法，迷了。啊，佛法这两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帮助你感悟，或是感悟，是感悟的方法。多一法是感悟的方法呢？如果是会向的，法法皆是；啊，未向的，啊，未向大藏经嘛，唔是啊，华严净土拢唔是。妙就是妙的即地，那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明？我真正明了一切诸法的真相，这叫我。无我就是没，对于所有一切法的真相一无所知。我呢，那个称呼是呀，佛菩萨；没呢，那个称呼是六道凡夫。啊，那呢，要问一句。读佛经，敢会当帮助咱开悟？读四书五经，是毋是帮助咱开悟呢？我读基督教的新古约，是毋是开悟？我念古兰经，是毋是开悟？跟你讲，拢总拢会。问题我你会向你袂？你向就会，未向就未。未读华严经，读法华经也未用的，你嘛未开悟。啊，所以禅宗定咧讲呀，会向你未？这句的意味啊，真深，意味真宽啦。你会向你未？那什么是会向的？什么是不会向？标准是什么呢？啊，大乘教内底佛讲真多啊！你一切法就是啊，啊，穿衫食饭会开悟未？会啊。问题是会向穿未？会向食未？会向
那你就是佛菩萨，不像你是六道凡夫。小行经论，宗门教下，言教密教，好常讲，我一天无咧讲。为什么咱的每个人较侪，不来定下讲，定下提醒咱，啊咱可能有多一天，这个就开悟了。那关键呢，就是不着相，食饭未着食饭的相，阿就开悟了；穿衫未着穿衫的相，阿就开悟了；也读经典未着经典的相，阿就开悟了。唔管读什么物件拢同款，你读新古约啊，你未着相会开悟。所以啊。佛法该是佛法啦，未向了，未向着相啊。啊，心哦，外面相未去咯，唔知相是假相啊。知影假相啊，你都未去学未去，你未学欺骗啦。这几天有不少学习传统文化的人来看我，问我说传统文化要安怎做，这会啊做出成绩出来。啊，这个、念头是善念，啊，为什么古人会做出遐尼好的成绩，咱现在人做不出来？古人用真心吗？咱这代咧讲的用菩提心。啊，古人有使敏感，会放下家己的财色名利，会放下五欲六尘七情，才会伊啊，拢嘛会放下啦。放下了后呢，伊的心是定。心是清净，啊，就是讲个人用心是清净并定心。现在咧用心就是自私自利的心，是名闻利用的心，是求家己安乐的心，别人死活跟我无相干。这是现代人。啊，所以个人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弄明白，啊，有需要做大官无发大财无？无需要啊，孔子无做个大官，啊，鲁国做苏客，只做三个月，苏客是什么地位呢？是现在的警察局长啊，小小的官分的内底啊，是一个警察局长，只做三个月。所以呢，在社会上无身份地位，
有道德，有学问，有智慧，有能力。啊，想要帮助人做一点仔代志，就有列国。无人要用伊啊！什么原因？我的药啊，伊用真心，迄、那个国王用妄心，那会去用伊呢？用伊我的福都未当享，无福享咯。啊，应该是这道理啊。啊！伊讲仁义道德，啊，仁义道德是袂使骗人诶。遐个人因是无咧讲仁义道德，伊也常常用欺诈方法达到伊诶目的。孔子绝对袂去做，所以。为导演啊，到六十八岁，六十八岁老了，孔子啊，伊只啊死心咯，未过去个只诸侯王见面啊，登去因故乡去家住。啊，甲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，培养学生传入去做这工作，这工作做成功咯。啊，孔子做梦都无想到，伊这个成就啊，功德啊，和中国历代帝王。拢尊重伊啊，称呼伊是至圣先师。无想到啊，孔子教偌久呢？只教五年。伊那是知影这代志呢？三十岁都会使开始教学啊。伊会当教四十年啊！伊的成就绝对袂输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三十岁开始教学，释迦活了八十岁，孔子只活七十三岁。那三十岁到七十三岁。那是四十多年，不得了啊！就叫圣贤事业啊！世间那是帝王的事业啊，帝王的事业比不着圣贤的事业。帝王事业都有迄个命才会用的啊，无迄个命做不到啊。那命内底有真有帝王命，命内底若无袂当去要求诶。释迦牟尼佛命内底有，伊是帝王命，伊若是无出家继承王位啊，伊是帝王，伊聪明，伊无爱。做帝王不如做圣贤，释迦牟尼佛采取做圣贤的办法啦。伊行通咯，印度人称伊是佛，就是中国人称为圣。印度人称为菩萨，中国人称为贤，就这意思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是对于遐个。修行有成就的人的一种的称呼，
圆满的成就，就称伊做佛陀。有成就，无达到圆满，称为菩萨。佛菩萨不是神仙，跟宗教无关系。这个袂当无创清楚，无创清楚，男男做伙，哦，真正做下只下众生产生误会。这个责任谁人爱负责啊？啊，从事教育工作者，伊就要负责责任嘛。啊，教育无别项，教育唯一的宗旨，就是要让接受教育的人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然后伊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才袂去产生误会。这是教育根本的理念。佛教呢是教育，不是宗教啊。但是佛教在中国变做宗教。也过不过三百年，伊也变成宗教，以前不是啊。这是早年彭东美先生跟我讲的，佛教的今天的社会真混杂啊！伊拢甲叫做是佛教，也释迦牟尼佛真冤枉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三十岁开悟，孔子嘛是啊，孔子伊家己讲个啊，十五岁有志有学。三十二日，那算作成就咯。释迦牟尼佛十九岁下去王位，再出家苦行啊，三十岁成就的啊，释迦开悟了后，就开始教学。七十九岁王星，啊，咱中国人算虚岁八十岁，啊，刚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一生无创个别项代志，无建立寺院道场，啊，以教学无一定的场所。随时随地，听将偌济袂要紧啊！少咧三五个人，主要咧有几千个人，啊，伊无分国籍啊，未分族群啊，未分宗教信仰。你若肯甲伊学，伊就真正会教你啊！啊，所以伊是一个社会教育家啦。伊的身份就是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哎，知影这个道理啊！
啊，咱甲释迦牟尼佛学，有无伫咧咯？啊，伊诶教诲就是经典，我伫世间。啊，咱读伊诶经典，读那毋是容易诶代志。为什么？佛的经典，达理达句，是对真诚清净心来对捞出来。什么人来接受？什么人来看有会体会到？嘛爱用真诚清净心，你就会当去体会到，未去啊三心错误。啊，那无真诚恭敬心，你体会未到。你去学，完全都是你家己的意思，用家己的意思来解释佛经，迄唔是佛经，是你家己的经。那所以佛法无八项真诚。一大段咧，拢嘛是咧讲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真诚心嘛。那清净平等心、大慈大悲心，为众生无为家己啊。众生伫咧受苦。咱家己哪会当去享乐呢？众生受苦，你伫咧享乐，众生甲你诶距离是愈来愈远咯。众生苦，佛嘛苦，佛三依一般啦，你中医师啦，就下医术，伊遮尔艰苦，苦难诶人拢甲伊接近。伊才会当帮助苦难的人，你无甲伊共款袂用呢？这叫做大众生苦啊！啊，所以学佛惊食苦，伊都学袂出来，伊袂成就。啊，佛的心。念念为苦难众生，一生都是这个念头呢。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都是这念。一生啊，千经万论，拢嘛是用这个作为目标。那未当让众生离苦得乐，绝对无要做。啊，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佛啊，怎样？苦对对来，苦对未歇颠倒来啊！你对眼前的境界，包括家己外面的世界，万事万物，你对于完全都唔知影。未歇颠倒啊！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你讲错了，你做错了，苦就来了。对你个人生活的苦，一些自行的苦，你家庭的苦，到社会，到整个世界。苦报啊！经过世界的灾难，不是我讲的，我无讲，我是听真侪人甲我讲，因为我无咧看报纸，无看电视，无听广播，我什么拢唔知。人讲我讲灾难，这个话讲的是有淡薄啊冤枉啊。不负责任，
我哪会知影灾难？恁大家拢来甲我讲，这个信息是对家来啊！我即卖知影咯，你甲我讲的搁较侪灾难，我未讲。听你无闻，我真正无灾难啊！我每天过是好日子啊！那问我什么代志？世界上无发生代志，我伫遮无看到发生代志啊，无听到发生代志，真好啊！我讲日子真好过啊！啊，不见不闻，都达讲你过好日子。你看电视，看报纸，家己找麻烦啊。啊！我每天读经，每天跟佛菩萨接触，听佛菩萨教诲，这是我的生活。一天读经啊，至少是四小时。我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四小时，八小时就过去了。其他的时间我念佛。我求生净土，啊！我这做戏咯，什么代志嘛未当做咯，所以佛知啊，可罗法，各地都未来，六地都未来，六地跟我来啊！啊，佛教化众生的理念、目标、方法都非常鲜明啊！啊，离苦得乐啊是目的。那、啊、方法呢？方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别破了，苦就无了。一回开咯，阿乐就来咯。那用什么手段呢？引教下啊，所以啊，伊搭工教啦，钢筋教下四十九年，一工都唔肯放松啊，帮助人觉悟啊。这个方法足好的啊！现在这世界动乱啊，啊，我有幸，伫过去十年来对参加每一周拜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嘛是稀有的缘分啊！和我接触到全世界。真正做国家的这个精英专家学者，大家啊讨论什么呢？讨论讲如何来化解冲突，促进啊社会安定和平。联合国这个会议对1970年开始，到现在40多年咯。每年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真正是不计其数啊！不过是无产生效果啊！啊，所以就真正做这个会友，我跟清河做会友，阮做会开会，对这个。世界上也是不是有和平产生怀疑啊？这句话讲，无相信这个世界也过会和平出现。大家在担心的是世界毁灭，世界毁灭最担心的也非常具体，
就是讲加邪不见经。啊，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迄就是整个世界灭绝。这不是天灾，这是人祸。这非常可怕。啊，我参加这个会议，在会议上做真多摆的报告。啊，化解社会冲突，促进社会和谐，主要伦理，主要道德，主要因果，主要宗教，这四种的教育。那是咱会当提倡这四种教育，希望宗教拢嘛回归教育，像释迦牟尼共款的。啊，恭敬教学，这个、世界会好啊！啊，问题确实会化解。为什么？常常讲，大家讲，大家听到，每天拢在听，总有一天会讲我了。那一直的讲我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人就离苦得乐，一家人跟我，一家人离苦得乐，一国人跟我，一国的人就离苦得乐，全世界人跟我，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教育啊，太重要了。啊，英国滕文碧讲的话正确的啊，一点无讲错。伊讲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明学说个大乘佛法。啊，孔明学说个大乘佛法结合起来，真正会解决问题。啊，彻底解决问题。特别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理念、智慧。啊，帮助人离苦得乐的方法，手段，拢总值得咱来学习。咱学到了后呢，都要用在家己生活上，有路用。学了若无用，要学创什么呢？啊，到极乐世界，离苦得乐。啊，现在都离苦得乐，将来到极乐世界，我才相信。现在啊，未当离苦得乐，都要到极乐世界才离苦得乐，我都怀疑啊。啊，我那是现在啊，离苦得乐。你问我，我有得到无？啊，我跟你讲。我得到了，无学好进前，生活确实真艰苦。学好了后啊，你就大幅度的改进啦。现在一年比一年快乐，一年比一年欢喜啊。真正呢，而且已经到一年比一年深入，
那刚好是一部经，永远读不厌。为什么？每一遍拢有新的意思出来，这物件就不一样了。伊不是死啊，伊是活的。那这真正相信佛经所讲的，当你达故啊，无量义啊，你免讲一世人，十世人、一百世人，你拢无办法解脱啊！啊，什么时阵解脱？明心见性都解脱了，所以明心见性是佛学终极的目标啊！啊，你代替大悟明心见性，你的学位都得到了。这学位什么？佛道啊！你的成佛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你毕业了。啊，做好了安怎呢？做好了后，你是用真诚心，你不可再用妄心。你有无量的智慧心，你有无量的慈悲心，你会跟其他诸佛同款的发心啦，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为这个代志乐此不疲啊，做到非常快乐啊！别人看了那真辛苦啊，你自己感觉是积劳无穷啊。啊，所以菩提是毕竟上乐处啊！你来知影，菩提是智慧啊，求智慧才是真正上乐啊，不是求知识啊，求知识未用呢。爱、啊、因斯坦是求知识啊，即卖是地狱啊！他自己说的，他啊，这个地狱是所有地狱里面最艰苦的啊。有什么地狱呢？有间地狱里面的邪部地狱，就是啊，邪主丹菩萨，那是发明的。所以在这地狱里面，那修什么苦呢？还珠丹不断地在爆炸，一个刷一个。伊讲啊，伊所感受的痛苦是身体每一个细胞拢在裂死啊，几千多的啊，滚下面在咧烧伊，苦不堪言啊！那地藏菩萨怜悯伊，可以暂时离开地狱出来啊！而且信息给世人讲，看到世人绝对唔当去发动邪不见经啊！伊讲啊，这组原主坛的人，发动见经的人。即凭去拍战的这些人，将来拢甲伊共一个地狱啊！啊，伊透出信息了后，也都要登去地狱去啊！苦不堪言，因果啊，真正有啊！不是假的，人生苦短啊，你作威作福会当有几年呢？
啊，欺负别人，啊，这别人，北下别人，也向几年好啊？地刚来对都爱修偌济孽苦啊！啊，你真正创清楚了后，绝对袂做这款代志，要是官事。我嘛唔敢去偷睇别人嘅，为做这个罪孽啊！我是官事无关系，为对地刚，啊，佛经上讲嘅，为世界的事，古佛在天堂。啊，破戒的话呢，将来拢卖去地狱。我相信，佛的话是真话，不是骗人的，不是咧吓惊人的，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和众生得到好处，咱都爱专心专力来帮助伊。啊！伊做的代志不善，是助利你，不是利他呢？既然远离，能不能去参加？遐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，爱想着。善恶古布啊，啊，咱有这种高度的警觉心，我远离邪恶啊，这就会得到自在啊。此已经上落，以后立地了。爱意大义门，大义门是什么呢？下面就讲了，大义门者为彼安乐佛国事啊。大义门就是极乐世界啊。啊，人用真心，真心第一德，就是仁爱啊！啊，仁是两个人，推己及仁，想着家己，都要想着别人。啊，爱人啊，仁者爱人啊。啊，爱人即真正会帮助伊啊，离苦得乐，想做到阿弥陀佛做到了。伫西方建立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都是极乐世界，都是安乐佛国啊。啊，这个安乐佛国。转为接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的六道众生，以这为主，因为六道众生太苦了，这大义呀！啊，中国过去的。圣贤弟子啊，国家领导人拢是圣贤君子，啊，因治理国家太平盛世啊，称为啊
礼仪之邦，礼仪之邦，最高上圆满、上究竟的，只是好，看点拢那找无，迄就是极乐世界啊！阿弥陀佛建立的这个道场啊！那是真高宇宙来对最好的物质环境，最好的修下场所，去到迄个所在咧，一生无一个未幸福咧。啊，我明白咯，学佛学了六十多年。总是把这个代志弄清楚、弄明白，这是产生信心，你丝毫都未怀疑。你问我讲，我这一生什么希望拢无，都希望去进入世界。每天都在五忙啊，我什么拢无在想，每天五忙五忙。阿弥陀来接应我，这是啊大义啊！啊，礼仪之邦啊，足够啊，究竟圆满。啊，果令一心专志啊，愿心必国。这个话我接受。啊，一心专念啊，这个字呢就达到结束了。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我心内什么拢嘛无。吃饭念阿弥陀佛，穿衫念阿弥陀佛，工作念阿弥陀佛。行住坐卧拢嘛念阿弥陀佛，为什么？佛啊，讲得真清楚，无心都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是无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！我要对梦呢回归到真，啊，这个就是功德圆满。啊！欲速则会无上菩提呀、啊！早一天回归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是你家己本有的啊！无上菩提都是佛陀，都是阿弥陀佛，都是十方一切诸佛。啊，学佛无别项目的，在这世间帮助有缘众生。什么是有缘？伊会相信，伊会接受，伊未拜天。啊，跟咱做朋友，咱将来往生去做榜样，给伊看，伊就相信咯。这不是假啊！啊，以上所论为菩提门，无随顺菩提门，正显发心为顺之意。
为是甲自信相违背，多一挂相违背，爱会记得哦。头前呢，红尘论内面讲咯，贪着自心是违背。啊，咱个话讲较白咧，贪着家己的享受，这就错咯。第二个是众生疾苦，甲我无相干啊，无为为着众生啊，平安啊，幸福吉祥，无这念头。第三呢，希望别人对家己恭敬敬仰，这个甲菩提心相违背。那顺着呢，我倒转来就顺啦。咱那这一生的世间，我讲我了明白，不为家己。拢为众生啊！啊，亲像毛主席啊，对共产党员要求诶，全心全意啊，为人民服务，这是顺菩提心。啊，共产党员拢会做会到，毛主席福报大咯，呀，伊伫倒位啊，伫天上做天王去咯。呀，那大家拢嘛是自私自利，不过里面的西瓜，伊就向下坠落咯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伊讲的，没错啊。啊，念念为众生苦难设想，安怎帮助伊离苦得乐？安怎帮助伊啊，破迷开悟？还有此知影教育的重要啊！中国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，都是要帮助人破迷开悟呀。啊，所以一切诸佛菩萨，因示现伫人间，示现伫个生活界，通什么？教学啊，完全是咧做一个义务的教育工作者，教学无收学费啊。啊，现在教育界出问题了。我听讲有一款老师教学生，课堂内底啊教一半啦，另外一半无咧教。为什么？伊家己啊开补习班，要求学生去补习班去上课，把遐无教迄部分补出来。你若无去上伊补习班，考试就未及格，你会互人留级被淘汰咯。我是班教学都要交学费呢，这个学费是老师自己
完全拢退掉的。这都把教育变作什么？变作商业化咯。啊，补习班是学点嘛？啊，老师是伫这个学点内底咧做生意啊。教育的沦落到这天啊，咱的古圣先贤做梦都想未到的，哪有可能会发生这款代志呢？这个话，那是伫一百年前讲啊，无人会相信，因为所有行业内底，教育是最清高的。教学爱收学费，这真歹势呢。啊，孔子教学无咧收学费的，家庭若是讲较有钱的，过年过节送一点啊，一个粮食，送一点啊衫裤来啊，供给老师。那家境清寒呢？对老师的孝敬，束修啊，啊，束修什么？肉干啦，一条大概是一斤半斤，表示对老师的敬意。这上少的老师都靠这生活，无生活来源。所以老师真清苦，真节俭，所以叫做善秀才啊。啊，因的使命真大，传统文化是不是传落去，拢嘛靠这些人，现在这些人拢无了。文化生团啊，发生危机啊。啊，这几年来，我对汉学真关心，汉学如是多。啊，去国外去参观。去考察，看这汉学的国外状况啊，上个出名的欧洲、法国、法兰西汉学研究所啊，这个研究所成立在晚清晚年。啊，比伦敦的汉学大概早三四十年，真有成就啊！欧洲学汉学去巴黎，这些所在我拢有去过啊。那不过是因为汉学。研究的方向、目标，跟中国古早时阵就无同款啦。中国古早时的汉学，对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伊就是伫个结物、立地、生意、正心。修心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伊都是伫即地啊，实用的学问啊，所以称是学啊，是真实的修路用的。啊，现在伊咧研究咧，
天中在，古代的文化知识，甲现代生活未发生关系。啊，研究2000年前啊，中国人的文化状况，伊研究这个。啊，我即摆伫法国访问，见到罗维尼教授。这是啊，现在法国的一个汉学家，我有举行一个座谈会，因的教授有十几个人，那亲像是三中外经，伊知影讲。我伫马来西亚办一汉学院，现在学校还未起好，最近在动工咯。预计明年年底会开学。啊，即刻咧做对比工作，啊，伊问我研究方法，我讲阮研究，若是伫生活，伊讲非常的奇怪，即个物件现在够有录音哦，够有录音啊，都好是摩连破技术，伊甲我同行。我都和吴连朴甲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落实伫个伊现在企业啊，伊个企业管理是用传统文化做出了非常好的成效啊！啊，罗贝尼教授听到真有兴趣。伊讲也有录音哦，我讲有录音，真正有录音。所以愿意跟我合作，我讲好啊，我嘛真愿意跟你合作。咱来互补，知识方面你帮助我，真正落实，产生幸福家庭、幸福的社会，我来。帮助你，那是讲这无路用咧，以后有什么忌惮啦？研究要创什么？啊，唐文弼博士讲啊，孔明学说大乘佛法，会救21世纪。那就是有路用咯。啊，若无路用，你会当救今仔的社会未？今仔社会乱甲即款呢？这是伊讲的啊，我唔敢讲啊。啊，伊带头讲的，我第二年领啦。我对伊的话会当理解，我会相信。啊，大乘佛法是什么？是无我。人来做到无我，什么问题都嘛会解决啦。无我才会真正做出牺牲奉献，才会真正为他啦。在这世界上，这嘛是唐文弼讲的，真正做到。彻底的牺牲奉献，完全无一丝毫的
自私自利。啊，伊讲只有三个人，伊看到的，第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，第二个是耶稣，第三个是甘地啊，印度的甘地啊，是最近的。这三个人确确实实无一丝毫的私心，真正是专心专意啊，为众生服务啊。尤其是佛陀做个上贴地啊，官位伊也无爱，伊上主。伊若无出家，伊继承王位啊，王位牺牲咯，权力啊牺牲，享受嘛牺牲咯，去过可行政的生活啦，去突破啊，啊，而且做个非常彻底，对十九岁一直到八十岁。那古教真是智慧，教化众生。对于来求学的，无分国籍，无分种族，无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来，我都会教你。啊，所以伊不是宗教啊，伊跟宗教未对立吧？伊是教育。教育任何宗教拢买当来个求学啊，啊，所以是开放的。这是一帮好物件啦，这嘛是唐文弼讲的话。古代中国人心量啊真大，会当包容异族的文化。就是指佛教啊，佛教是印度的啊，中国人的包容，会当接纳佛法，大幅度提升了中国本土文化，这真的啊，这是结合相辅相成，和中国传统文化。真正是达到尽善尽美了。啊，今仔日讲中国传统文化，儒释都缺一个都未用哩。啊，五色之写中国铁学史，写到佛教，伊都无办法写落去了。所以著作只写一半，上册无下册。为什么？伊无了解佛法啦。啊，这大义门。都是帮助一切众生，原生叫做世界，到叫做世界成就无上菩提。以上所论为菩提门，甲随顺菩提门。正邪发心为顺之意，凡以发菩提心修习正业者，应常体求。这个常理真重要，常常放在心内，深入去体会，去研究。
切莫诸为菩提门。两个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啊，唔通违背，唔通退心，为是本愿就会退心，你这个一生都袂当往生，这一生袂当往生，下摆阁拄着。机会无大啊，所以真正聪明的人，我决定袂去放弃这摆机会。我伫这个啊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啊，决定家己有把握往生。唔免别人来助念，这就丢了。做好榜样给别人看。去年11月，老寿清居士就做一个榜样。啊，做一个活下去往生的这个榜样，来小妹写一个报告，真清楚，我拢甲放咧网络顶面，所以家己会当去看。啊，伊发心。个念佛的同学做一个往生的证明，但伊的寿命还有10年，伊无爱滴咯。啊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伊，对于发这个心，发的真心恳切，较无一个月，真正去咯。啊，大概伫往生前。就袂讲会款，啊！因小妹得到一个信息，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什么数字？利空一利啊，一利啊，一利啊。一啊，这个一组数目字，伊甲记起来。伊心内咧想讲，二空一二大概是年，11啊是月，11月，21啊是21号，后面是12点，伊也甲伊写起来，提分大字，伊大字看了笑笑啊，无讲话，收起来。可怜就是一天，一分一秒都无差啦。啊，甲大家有讲有笑啊，欢欢喜喜。时间一日到，甲大家讲，我要来去咯。我看到阿弥陀佛啦，伊来接引我，提着莲花，我即卖对莲花顶面爬去啊。伊迄个动作。表演动作，就那像伊在爬去莲花顶面，爬去莲花顶面的时阵呢，后面就无了，真的也不是假啊！所以寿命会当下去呀，买当延长呀。生死自在啊！啊，下去延长拢唔是为家己，为众生表法的啊！
给众生讲这件代志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所以决定唔通啊，贴心吗？贴心真正是大错，大错特错咯。咱来看下面的这段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头前是讲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发了，还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咱无第二个念头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念头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哪个世间法放下，佛法嘛爱放下。啊，咱帮助世间人学佛，我无学咯。啊，我嘛是专心专力，帮助苏里人卡建这个永续国际佛教大学。啊！阿哥想要帮助建一个国际宗教大学，这两个学校拢在苏里兰卡。那我是专心专意帮助伊啊！我是不是去遐呢？啊，这无够啦，可能。为什么我伫这地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？我帮助你鼓吹。帮助你啊，无款啊！其他的我不闻不问啊！啊，我对总统有信心。阿妈认得总统是一个好人，我会相信，由于来合法，伊的国师永德玛法师。跟我是好朋友，我们熟识二十多年了。伊今年55岁，也会当去办事。啊，我87岁都未当办事了。啊，我要办我家己代志啦。就是来去进入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我的代志，其他拢唔是我的代志。弥陀要盖文，阿弥大师讲的，有一切方便之中，尤其至地界、至圆顿者，至地界、至圆顿。无了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话是对我讲的啊！我只有这个法门，才有资格成就啊！其他法门，等烦恼的禅定开智慧，我做未到。我无办法了。62年前，我头一摆见张家大师，大师教我爱看破放下。
我认真做。那当年放下一挂，那个月放下一挂，啊，一直到62年，天地放下了，这个世界代志未搁再闷闷了。你来找我，其实我所讲的每一天分享里面都说真咯，都说得真圆满啊。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面啊，你自己在网络上面去看就好咯。啊，我无适合保留。啊，大家讲，有当时啊，有新的意思，那什么？那是拄拄啊悟出来。真的有可能。我无文唱半句啊。能把献出来和大家来做参考啊。游乐世界真好啊，应该爱去啊，不应该放弃啊。有一切念佛了法门之中，尤其至感恩简单容易，只有稳当稳稳当当，目了心愿专持名号，这个拢嘛是马尔代斯讲的啊，心愿持名，专持名号。注重在专利，不能夹杂啊！啊，起名念念是为求生净土，所以啊，唔免做特别的回向。这就是古德所讲的。不回向法门，我无别的意思啊！我每一句佛号，拢嘛是求生净土。有人是用这款的念佛法。我捌听讲过，伊念佛阿弥陀佛，接我去往生；阿弥陀佛，接我去往生。我甲这个接我去往生，这个醒起来，但意思是有，意思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内底，名号内底本身就是古咒。求愿啊，弥陀接我去往生。我也是安心念的啊。阿弥陀佛，这也就是牛一大师的话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。这个名号是功德不可思议啊！
你要修万德，要安怎去修呢？念这句佛号，万德都圆满咯，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这啊，我伫头前有讲真多咯，咱对这点拢未怀疑。你想要啊，积功累德，你要想加做好事，你啊做满全世界，拢不如这句佛号。做满全世界，你无一定会去佛国啊！你下个不在人天，会让出六道轮回。这句佛号保证你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去极乐世界去看到阿弥陀佛啦，未当比啊！啊，修万德就是老实念佛，行路就播一声阿弥陀佛。啊，食饭每一嘴饭拢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会食饭啊！啊，无论从什么代志。有一寡场合会当出声，有一寡场合唔免出声。念佛总是袂当间断的啊，这就好啊。以明啊照德，轻无不尽。啊名。是万德弘名，用这名说感召的德功德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啊！这名号偌困难的啊！故皆啊，即此名号为正行，不必敬下观想，参究定行。即干衣即地节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唔通过去掺杂别项诶，唔掺杂别项就乱咯。啊，年底熬夜，英光大师。这是我最尊敬的一寡祖师大德，伊那教导我完全共款。那那是会当遵守依教奉行，啊，都是古教啊智慧。这都是古教念佛三昧，未为外面境界所动摇。我这句佛号念到底，由文中抄文，金经所示，初心凡夫，但是要靠。灵清有心灵念概括修持，各地诸经所示，乃至干至义之法门也。文中抄顶面讲的，啊，游客大师所讲的，最本的弥陀，跟无量寿经是一体同波，一个道理，一个方法，一个境界。无量寿经讲较详细，阿弥陀经讲较简略，
虽然呢有相留不同，以利呢无利不变。啊，咱若是讲有怀疑，好，无论是有经，伊讲较详细，啊，真正。听有，听明白，帮助你断疑生信。所以本的弥陀经莲雾修持，所以一般人容易来做早暗课。啊，这是咱来认真去学习呗。下面的话拢是完全抄的，啊，即次名号不问汉蒙，那你有修行的这个时间呢？或者你真正无闲，拢总会当修啊。啊，无闲的时阵，心内念佛，不可动静啊。动作的时阵会当念佛，静落来嘛会当念佛。行住坐卧，该靠修持啊。这个法门会当让你的功夫袂间断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无障碍，嘴里无念，心内咧念。啊，甲人事物未冲突，方便到极处咯。各地诸经所示，乃至皆至经之法门呀。啊，接是快接，啊，下面的经是小路，就是近路，最近的一条路。那国再讲，清明之法，不得玄武，不见男女。六贫六富六贵六贱，皆可修持啊！啊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拢总会当修，拢总会成就。各地诸经所示啊，乃立其之功之法门。阿弥陀佛都是用这个法门，普度十方三世无量诸佛世界内面的六道众生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先感动十方诸佛，尊称一位公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你了解称呼啊，
啊，感动十方诸佛，主动全心全力的为阿弥陀佛做宣传，啊，这个宣传的方法就是讲解呀，三经啊，这个三部经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佛经、阿弥陀经，讲解啊，这三部经，咱日头前看到。罗初法师一生呢，讲《观无量寿佛经》200多遍，真正足熟个啊！啊，对于这地，咱都会当去体会到古人修学的功夫啊，伊真正有恒心。真正有毅力，会认真咧做啊！啊，我鼓励莲经法师，真正发心一生专攻三经。啊，看你一生是不是按攻300遍？啊，无量寿经较长，你就一部集注，念做老技术的集注，以书因故，啊，心盖行净。龙宫透铁咯，这个住家太好啊！啊，对这部经内面看到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的这个啊大概啊，就拢看到咯，悉心大地有生净土，真君弥陀。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圆满啦，下面由心安乐道内面讲的诸佛名号总不满德行，但令一念，一念就是啊，一心，一心一念，一念一心，在一念中总念满德。特别是阿弥陀佛的啊名号，咱那对这地都去体会到，世间。确实是有一挂人，这种人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。那前面每一个区拢有啊，
啊，我称呼因是老师念佛人，多半是禅宗的阿公阿婆，啊，因真侪拢唔捌字，唔捌读书，唔过是拄着佛法，伊就用念即句阿弥陀佛。你问伊发菩提心嘛？伊听无，也能用佛号答复你阿弥陀佛。那就是这一生，伊只知影即句阿弥陀佛啦。无论你甲伊讲什么，伊嘛笑眯眯回答你啊，拢嘛是阿弥陀佛。这款的人多半拢是清寒，生活真艰苦。念佛咧，会当讲是日夜不断，有当下出声，有当下无出声，看伊嘴咧叮当，就摕着念珠。啊！你老师过去捌甲我讲几落摆，甲我讲到这个代志，伊讲伊真想要学音啊，学卫生啊。啊！这种人看起来无耻，什么拢未向。不过，这个人将来红星的。品类的真高，啊，肯定拢嘛是不同性的，也都是上辈往生，三辈往生当中上辈往生，唔是普通人啊。我不甲开理法师讲。伊即卖是一个道场的主持，我讲如果恁的道场附近有即款人，你爱对伊恭敬啊？迄是虾米？迄是菩萨呢？有遮人念佛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决定袂讲有灾难。为什么？伊是真念佛人，伊毋是假。恁的大佛寺啊，做念佛会，无一定也是真呢，迄是真呢。你唔通看伊一个两个，伊甲我讲，我看到阮迄度有三四个啊，我迄是宝啊，啊，迄真正是三宝古迹，决定啊，唔通轻视啊，但是一般人拢总看伊无起啊，拢自以为是，对因拢真傲慢。这确实错了，看了这款人特别恭敬，对于那马面讲白行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念的时阵心内想着讲，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，爱做如是观呐、啊。真正看了阿弥陀佛咯。所以佛号念这个佛号呢啊，总念万德啊，啊有这种嘛是安乐道来对所讲的，无事恶业，将妄心生。念佛啊，功德啊，是对真心起，这不是妄心。真心如日，像太阳；妄心如暗，
真心沾起啊，妄念即毒。啊，咱那今仔日实际状况，咱那一面在念佛，一面在打妄想。为什么咱的妄念未让毒去呢？这个文字来得真清楚，真心沾起。咱的念佛是用妄心，那所以念佛的功夫无办法转妄念。那个妄念赶未走，妄念夹杂伫这个念佛的内底，念佛的功夫无顺啊。未当也唔知影，佛无讲错啊，祖师无讲错啊，咱啊家己错咯。家己无真正去体会到这个意思，所以我常常劝同学，咱伫这个世间，时间无长啊，就算活一百岁，真正嘛是一弹指。我87岁，回想七岁以前。有真多代志，我记得真清楚。搭伫农村内底，就像昨日的代志共款。啊，这是代志80年了。那你如果真长，这样啊，这短暂的人生呢，咱都要真正去做一段好事。这才有意义啊，有价值，啊，无白来啊。啊，应该安怎做呢？就是用真心。啊，一切事、一切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拢嘛是用真心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知影，我未糊涂啊，我知伊在骗我。我也是用真心对伊啊，为什么呢？我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，我念佛就是用真心念，这都不是妄心咯。这个佛号在相应啊，妄心来用习惯咯。真心就用得无习惯啦，真心说，虽用真心，嘛会夹杂着妄心，伊就未顺啦。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，免惊吃亏啊，免惊上当，免惊人来骗我，免惊人欺负我，敢用真心。啊，大概的10几年前，我伫香港的港经，啊，香港电视台何修行先生来访问我，啊，这电视台播出去的，伊问我一个问题。用言语所来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们啊，对这句话安怎看？我讲这句话是一个错误的话。
不是真的。他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无为家己啊？是天地无为家己的，同阮毕博士讲的。伫历史上的人物，即头一个啊，无一点点私心，天嘛无拄伊啊，地嘛无灭伊啊，伊的法传了2500年，现在有真侪人信伊啊。那就你的话是假的啊！我讲第二个，咱中国人孔老夫子，确实你读孔子的书，孔老夫子念念是为了国家民族，念念是为了国难众生，伊无一念为家己，天嘛无独伊啊，地嘛无灭伊啊。啊！我讲这是历史人物咧。我讲我倒转来，我给你做证明。我学会以后，我体会到，我嘛真是古人共款的发心。我一生不会为家己，啊，将来都无动这念头，想家己无啊。啊，家己的生活一切随缘，什么拢好。无讲唔好，我起心动念确实的是经常伫咧讲嘅菩提心。啊，我想着传统文化，想着国家民族，想着地球上苦难众生，我是随分随力，我拢会做。有机会我一定会做，啊！一心求生净土，天嘛无拄我，地嘛无灭我。这我们证明啊，我讲啊，这两句话啊，你都唔当搁再讲起咯。啊，这个风潭有公碟，阮协会内都有公碟的。啊，这风潭实在讲，拢是有利于社会。啊，那是一个资深的电视台的主持人，我嘛是。真久唔系见面咯，啊！这段经文呢，是唔想做老技师。引经固典啊，抄底这所在，这段文真重要。现在有真正侪人念佛啊，念佛未歹，听经嘛听啊未歹啊，拄到有一挂人来甲伊讲啊，也够有更加好的方法啊，更加可靠的方法，比这个方法好足侪。把人心撩乱了，啊，古人咧讲，行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啊，你何人对念佛产生怀疑？你都要负因果的责任。真的是当人的发心慧命是无间地狱啊，唔通做啊！
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学习到这地。